刀疤很关键，兄弟们，刀疤是挺关键，像你们最关键，要排到 T1 了，你们这样玩，对啊，真得赢啊，加油加油，加油加油加油，兄弟们，我们集中认真去打就好，别想结果。来看一下，看一下，看看看看，先打，先打大树，先打大树，别慢，慢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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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开电，我们开电，我五秒到，三秒，三秒。哎哎，你别狂，大叔，大叔，大叔 ，OK OK， 来，追前排，追前排，追前排，来这边，来这边，来这边，追，可以看，追，辅助边闪，辅助边闪，他不追不追，来，拿后排，拿后排，那边，追，上一下，要上一下，哎，你别闪，哎，你别闪，走吧，就这样，我们可以拉手，是的，你听我说，潘大伟，就是我们先打前排，他们一滴输出的时候，你唱歌说，你不用直接硬凹硬凹硬的，可以，他输出不了也是可以的，没问题，没问题，真的是打前排，就跟刚才这样打团就是，对，就刚才这一波打的就很好，看什么？还行还行，来，中了，先打八四，哎，我死了，要他抓紧，要几枚血，要几枚血，快点，要几枚血，别怕，能上，来，兄弟们。三秒，那到了吗？追，到了，我们现在优势很大，慢慢玩。啊，他 ID 可能要出那个仪器，我感觉他先差不多。不用，其实一直是没用的，没用，什么都没用，什么都没用。他往下动大了。没事，我来，我们来打。打了。他打了，一万，他们打挺快的，叔叔。八千。看 ID 啊。我们走过来给个大招，给个大。我抓龙了，打龙给你的。看 ID， 打架。哎，你们别太吵，就是他们 AD 输出不了的时候就不用 all in 的。我会有看庄跟你们的。现在他们不出来，我们就等龙呗，等资源。敏神，你留点眼。看，小姐，来，小龙五十秒。啊，先推中，追他，给一点压力，吓他们，是的，吓他们，就吓他们。可以，大招拼那个 AD 技能。别急，先一场。哎，可以。慢点，九哥，总算我这波我有几波也挺关键，好吧？可以。